过来。站在那里就好，不要再更靠近了。小鹿，其实月山说的一点都没有错，我打乱你的人生，毁了你的钢琴家生命。别忘了，你碰到我就坏事连连。你的心意我不能接受，是因为你是小鹿，有四只脚，所以我怎么追都追不到。你就那么不喜欢我？我们之间还是保持距离。保持距离？你现在说会不会太晚啊？当初你从北京到台湾的九份，我从我的钢琴世界走下舞台进了广告公司，我们本来是不会碰到的两个人，可是我们现在在一起了，不是吗？你们真的很奇怪耶，为什么该保持距离的人不保持距离，而不该保持距离却要拼命的叫我保持距离啊？我今晚上来原本就是要给你一个安慰的拥抱。阿月，你好坚强，让自己度过了那个失败舞台的残酷。有一天你妈妈和瑞山会释怀的。好了，就这样子吧，我们就让彼此擦身而过吧。或许我以前让你误会了，不过我要说最后一次，我并不想走到你身边的。已经喜欢了，不要喜欢我，不可以喜欢我，因为我不要喜欢你，我不能喜欢你，我不可以喜欢你。你为什么就是这么讨厌我啊？不可以给你一个致命的理由。我身边。而我遗传了这个病。突然觉得上海还有好多地方我们都没去出过，我们不是还约好要一起去东方明珠塔吗？我们现在就去啊。傻瓜，门都关了这么晚怎么上去啊？不过哪里都好，白天的上海那么忙碌，那么嘈杂，只有在这种时间这么安静，好像整个上海只属于我们。
爸，我们在散步。今天晚上的星星好美哦。陈妈，你是还没睡还是早起啊？阿月整晚没回来，都跟董小璐在一起，怎么找他？怎么了，小璐？谢谢你，放我下来。哦，小心啊，小心。这好吗？对了，干嘛？董小璐，在我眼里你永远是个凶手，我不会原谅你的。你有必要这样子吗？喂，你是谁啊？你怎么动手打人了你？妈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讲道理？我不管你现在跟安月到了什么程度，我要你知道，我绝对不会接受你的。妈，你跟我说。你听到没有？你听到没有？我是不会跟阿月在一起的。这就是答案。阿月，听你妈妈的话，我们之间什么都不是，也绝对不可能。我有绝症，我并没有奢望的原谅，只是说明我跟阿月之间什么都没有，我绝对不会跟他交往的。我很同情你，这么年轻就生这种病，可是我还是真的觉得你不适合。妈，不要再说了好不好？你说要这样说真的很残忍。我希望你以后跟阿月不要有任何的牵扯。够了够了够了，你们欺人太甚了。我女儿生病那不是她错，你怎么用幼稚的眼睛看我的女儿啊？